丈母娘看女婿真的越看越有趣吗？第一次看到咪咪带破回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像带个和尚回来。今天要化缘吗？化缘。第一次这个庭云带伟霆回来的时候，第一眼感觉是什么？跟当公公安尼安尼。第一次包给岳母的红包，小鱼你们包多少？36000。第一次就包36000，然后面有逐年增加吗？逐年减少。丈母娘唱什么歌？你听得出来吗？可随意的叫。陈随意怎样？你可有知识？对啊。对啊。答应呀，人家怎样？我要跟你一起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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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A B C。啊 ，ABC， 这是手唱，这是先唱，手语啊，手语啊，是爱红卡，爱红卡，爱红卡，会笑阿帅刀，会笑，好你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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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爆笑的精彩内容，丈母娘与女婿的有趣互动，都在今天的《幸福保卫战》初二特别节目。行大运，初二最重要的事情回娘家，就是要回娘家了。所以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他们也带着他们的岳母啊，一起来上节目。哎呀，不得了，夫妻带岳母一起。俗话说的，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不对？所以今天丈母娘都来了。我们先欢迎的是 PO 跟咪咪，还有咪咪妈。哎，咪咪妈，虎年贺新春，祝各位观众赚钱一年生。是，这个讲得好，没有顶着光头就是有喜气的感觉，真的。大魔王，古龙五十前，他一出来就觉得真的要这样子，好适合啊。接下来这组是感性的一组，让我们欢迎伟霆、霆云还有霆云妈。祝大家牛年好运到，天天数钞票。这个好，对，过年就是要喜气赚大钱，没错。再来，我们这边我们欢迎 Terry、罗美玲还有美玲妈，祝福各位观众朋友新的一年牛气冲天，鸿运当头。都很厉害，美玲妈感觉是个性很沉稳的，还是不熟，如动如山，还是不熟，还没有开，还没有开了，好，慢慢的就会开。大过年的都要到晚上，有喝一点那个小米酒，对，慢慢启动，加油加油，欢迎来最后一组，我们欢迎于小鱼、佩佩还有佩佩妈，所有观众朋友，牛年大吉 ，Happy New Year。有感觉到佩佩妈是勉强跟上台词，尽力了，尽力了。今天我们的丈母娘来哦，每个都很活泼哦，对不对？相信我们今天节目一定会非常精彩。第一关要进行的就是我的岳母是歌星。听到刚才这个关卡名称，不外乎应该就是跟岳母要唱歌有关。最害怕的来了，好紧张。哎，我们现场有两位歌星的妈妈，歌星的妈妈，美玲妈妈。对不对？霆云妈妈他们的女儿都很会唱歌。这个是有根据的哦。有时候唱歌就歌声好是遗传哦。对，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霆云好了。潘 Sir， 我是遗传爸爸。哪样呢？我跟你说，我妈就真的是那种五音不全型的，但是她很会听歌。就有一次我在客厅练歌，她在煮菜哦，煮到一半，我在切菜。对，有一句音准跑掉，她突然拿锅铲这样。一股噪音吗？哎呦，音准神人，所以他是会听的，所以他不会唱，但他是音频人。有啦，他会唱，就那个101首，就一首，巧合，巧合，老师 ，Come Sound of the Music， 世上的人儿这样过，是呀，哎呦，你却碰到我。是，我没有见过你，是，你没有见过
还是身体律动跟不上嘴巴的拍子？机会不太多，只能算巧合。从小相遇在一起，想相聚离合。掌声鼓励。你妈妈真的音准评的好，但是拍子有点辣。对，她很强哎，她是拍子跟身体律动是可以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可以分开的，不一样。好，谢谢婷云妈。处女秀，处女秀，太棒了，太棒了，主打歌啦。应该每个岳母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个主题曲，对不对？这两对呢，刚才大家介绍都隆重介绍说他们的女儿是歌星，不好意思，我们妈妈本身就是歌星。香蜜妈妈是歌星，佩佩妈本身就是歌星，她出了一个单曲，然后点阅率破了130万，在网络上。你就是现在俗称的 YouTuber， 原来你是网红。网红比较网红，没有啦，他因为他跟那个吴敏还有琪琪妈还有布兰妮妈妈他们四个一起组团拍了一首歌，然后放在网络上，由于实在是太搞笑，太可笑了，太惊悚了，惊悚，哇！原来真的还有出单曲，哎、欸，所以我们今天现场率还很高，130万的网红在现场，真的哦，这些岳母真的都非常厉害。那看来待会的比赛可以说是一场厮杀了，哦，所以大家好好加油了。我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待会的游戏规则，待会呢就是我们的岳母戴耳机唱歌给女儿还有女婿听，猜对最多者，你们的压注金就可以 double。我觉得难度可能不高啦，不高。每一个家庭在一开始都会有一个10000元的压注金。嗯，这个关卡既然这么简单，个人建议可以压高一些。大过年的，我们希望把32万送给大家，好不好？我在担心我妈，我妈还刚我们挖几故宫，阿弟写要听阿呗。哎呦，妈妈呛女儿，所以想清楚你们要压多少了。是的，来四组家庭，请下注。压注金额最高的朋友一样可以分配每一个组别的顺序，分配顺序很重要哦。金额请锁定。哎，你们怎么都压这么低呀？保守哎。哎，这个是中文呢。一般这个游戏的操作都是我们请外国的朋友来听中文歌，你们是自己妈妈唱，你们怕什么？他又不是外国人。哦，跟岳母就像外国人一样啊。讲出心声了，这么敢讲。好，所以现在是5000的是最多的啊，所以婷云你们可以来决定棒次。好，那我们就请第一组就位。伟霆跟婷云上一次来我们节目之后啊，因为两个夫妻啊在节目上真情流露，哎呦，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对那一集跟对你们两位印象非常深刻。他们不止在电视上真情流露，他们回家到家里看播出也真情流露。对啊，哎呦，还他边看边落泪边哭。但是我很开心，我看到他后我就赶快拍照。我也认真在看电视。对对对，有没有看到粉丝专业？他很感性。那婷云妈当年第一次这个婷云带伟霆回来的时候，你的第一眼感觉是什么？我有点怕哎，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跟他公公啊那样那傻傻的啊，万一女儿被骗走怎么办？哎，伊娜舅公，是你女儿骗他走。好啊，后来呢？后来感觉？后来是觉得说他真的很忠厚老实，真的，而且他对我也很贴心、很孝顺。哎，回来还会给我按摩。哎呦，这超得分哎！嗯，你看 Paul 有帮那个妈妈按摩过吗？没有。Paul 是回来说，来，岳母帮我按摩。教我木鱼啊！正好，正好，肚子饿，对对对。这伟霆给的印象一定很好，因为他这样子的形象的老公，感觉就会很棒。拱定啦。但是你要想办法，你们今天有32万元，对，好不好？你要把奖金拿回去，好好的唱给他们听，尽量唱出来哦，尽量唱。来，第一题，音乐请下。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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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巧。唱出来！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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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啊！见看不见，看不见哦哟，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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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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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我吃不到，吃不到，吃不到。好，谁有关系哦？好好，应该没有了，音乐没有了。啦啦啦啦，很明显，这歌只有浪。没有歌也嘛不起，什么都没有。啦啦啦，可是它后面有一个旋律很明显。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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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见，怎么觉得好像有这个东西在脑子里？哦，什么东西？看不见，听不到。老师好像给。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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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风云变色。是什么？确定？风云变色是吗？风云变色。你们知道这个歌是谁的吗？你们还是 K One 吗？不是啦。五六六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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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风云变色，够不够重？追杀跟片甲不留，是敌人还是朋友？风云变色，一样了解就要融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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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最近在最顶尖，找一个出口。我看歌词也是要用拉的，对啊，太快了，对，你尽力了，你可是他有把厉害，很棒哎，他是真的有把那两句重要的旋律拉出来，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对啊，我拉的，我觉得我拉的真的很棒，你太好，好，已经一分了，加油，第二题一定要答对哦，来，第二题，音乐起下。有一个人在发烧，在发烧，发烧，有一个人发烧，这么直白的歌词。陈随意的这样，陈随意怎样？你和胭脂，对啊，对啊，唱出来，向着黑暗。哦，黑暗，黑暗，黑暗。我喜欢的爱，可是人啊，现在是你的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再来点翅膀，我还懂不懂？母女间的心电感应呢？唱得这么有自信，答错就很好笑哦。爱一直闪亮，确定。主唱就在现场，我第一句就听出来了。我什么发烧那个？我一个人在发烧。他是我一个人在沙发上，我一个人在发烧。一个人在沙发上，他说发烧。是不是爱一直在闪亮？爱一直在闪亮，现在是我厉害很坚强，想念在手中。懂的歌也很多，唱太多歌了。没有，我妈有唱到稍微有一点关键，有啦，我妈尽力了。不错，恭喜你们答对两题，厉害了！现在佩佩妈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没错，那个佩佩妈第一次见到小鱼的时候，你还会记下面状况？第一次看到就很不起眼呐。哪有？哪有？很不起眼，是因为为什么不起眼？哎，又瘦又小，搞不好又瘦又小，但是他很有钱啊。
看起来也不像有钱人。照这样讲，第一眼的印象超差哎。对啊，但越看越有趣。现在时间久下来，现在就觉得很棒了吧？很棒，最主要是脾气好。哎，真的，女儿说什么她就什么，哎，就听听恁早囝疼女儿的，这种就是吼，结婚久了以后，妈妈就会说，哎呀，小鱼啊，拍谁啦，吼，谢谢你啦，我们早播囝好脾气卡败啦，吼，脾气比较，谢谢你将就啦。我妈都这样子，我妈都直接骂她说，哎，您的老婆怎么教你都没有顾好你老婆，没有管好，没有管好，对，我说你没有，你老婆这样子你都不管呢，那你就回答，那你就跟你岳母讲，你女儿都管，你自己都管不住了，你觉得我管得住吗？好了，这个人家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其实就是这个样，真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要来看这个我们的歌星百万网红啊，对不对？到底唱得好不好？好，等等，你就照着里面的歌唱出来就好了。好，好来，请戴上耳机，尽量不要走音哦。好，来，音乐，请前奏，前奏而已啦。哎呀，我的太阳呀，想要。泰国歌吗？我要跟你一起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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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爱人哟，我要跟你一起回家。怎么了？是什么歌啊？我的爱人哟，我比你的本寿更大。我的本寿比你更大。等一下，不要笑我。你到底怎么一晒？一晒，太简单了。这什么歌啊？没听起来。什么？三米花龙的。好 ，OK， 好，时间到。你别签名，你别签名，三米花龙的。应该是播音乐啊吧？对吧？现在应该是没音乐。一进来好像有印尼歌的 feeling， 然后从佩佩妈的口中大声的说出。我要跟你回家。回家还有中间还有听到一个重点哦，外本寿比你大，比你电锅卡大，本寿比电锅卡大，哎，正常的啊。这是好听的，但是是什么歌？太有意思了，这个什么歌知道吗？跟我回家。没有，通常一般跟我回家。哎，哦，跟我回家。一般歌曲都会是用那个最明显的那一句来做歌曲的名字，对，对不对？所以你们的答案是跟我回家。OK， 来。是不是跟我回家？要让我对你说情话，我的真心，我的真情，问你是否听到吗？我的爱人呀，再大风雨都不怕，何时能跟你一起回家？妈妈只记得这一句啦。一起回家，就是要一起回家。但你这一题就算是答错了，慢唱的差很多，至少要放一个悲戚的小娃娃，那个才应景啊！啊，你答题你袂当指定温棒下面刮啦，这也太奇怪了。第二题，第二题，第二题，听好了，第二题哈，第二题，音乐下。哎呦，开始唱了吗？开始下，应该节奏应该很快。谁谁谁的？哎呦哎呦，谁的？你别去尬枪，尬枪，谁的？五月天，尬枪，尬枪，确定？尬枪。好，来，时间到了，请作答。五月天，尬枪，确定？确定？你确定不是谁的？五月天的尬掐里面有一只谁谁亮吗？其实好像没有谁谁亮。有啦，有啦，前面有一个谁谁谁亮啦。在两上，谁谁谁亮在两。是不是尬掐尬掐？好，是不是五月天的尬掐？不管伊去找谁亮，管伊爸母咧骂，只要我下心追落来，无人会使教我卡定，教我上紧上怕上大。鬼刚对吗？谁亮？嗯，在两下啊，这是有的，这是有的。有。所以他们两题答对了一题。对。好，所以我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妹妹妈，谢谢。好，接下来，哎呦，咪咪跟 PO 这一组了，请就位。欢
欢迎咪咪吗？这个因为 PO 跟咪咪哦，因为他们年纪本来就有点悬殊，所以说呢，咪咪妈当时啊，第一次看到咪咪带 PO 回家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像带个和尚回来。哎，那家里有是有要拜拜吗？还是今天要化缘吗？化缘，因为他光头。没头啊！哎啊，你他第一眼你看到他是，你有发现说，哎呀，这个男生。是确定吗？因为年纪怎么有点大这样？啊、我不晓得年纪呢，反正就带朋友不一定要结婚嘛，对不对？啊，我也不一定要娶啊，对不对？啊，大家就随便试看看，试看看就试到现在了。试看看，试看看，随便。那后来他有什么让你觉得哇，我这个女婿可以让我很放心的地方，很棒的？哎，就好像也没有啦。啊，到现在也没有，到现在有了，两个，现在有，现在有，现在有，他现在变得很顾家哦，小孩什么饭煮饭什么都一大堆都他在做，通包了，通包了，嗯，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就是会照顾妻儿，有责任就好，真的真的，男人最重要还是责任感，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咪咪妈加油了，好，来音乐请下，开始喽，开始喽，唱唱唱，跟着唱，跟着哼哼哼 ，A B C。啊 ，ABC， 大声唱出来！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周杰伦的吧？那唱出来！唱出来！唱出来！还用手唱？对对，先唱啊！手语啊！手语啊！手语手语！妈妈的魂话，听张张妈妈的。双别人他受伤，是不是？是吗？哪一首？哎，还是周杰？好像有一点，好像听得过啊，那泡蛙妈妈吧。好 ，OK， 时间到。你们目前的方向是？就是妈妈，跟妈妈有关系，妈妈有关，不是啊？麦克阿尼泡蛙妈妈，就是听妈妈的话。因为杰伦妈妈有关的歌是蛮多的，蛮多的。听妈妈的话，别让他回家。别让他回家，为什么别让他回家？好，听妈妈，确定了，听妈妈的话，到底是不是听妈妈的话呢？妈妈的话，别让他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恭喜恭喜恭喜！由此可见。只要妈妈能够唱到关键词，对，踢我，踢我，对，你看他前面一大段都这样啊，但是关键字要关键对地方，不能讲说那种什么本少比点歌多，这种你就会唱不出歌名。新歌啊，对，你们已经先得一分，得一分，还有第二题的机会，来，第二题，音乐请下。不要皱眉头，手又开始了。对，哼出来，哼出来，手又开始了。他在抓重点，他在抓 tempo。啊，有，他有唱，他有唱，他有唱。是，开出来。十，没有，十五，没有，停，有点呢喃哦。滚来北京。啊啊！滚来北京，我来是吗？滚来北京。我妈第一次讲英文了，怎么？再唱，确定一下，时间还有，快点！妈妈唱出来，唱出来，唱！好，来，时间到！哇，万奈北京，应该是万奈影北京。他唱出关键字，我觉得你妈好厉害哦，她都是直接讲歌名的。直接万奈影北京，我不会唱啊。哎，他不会唱，但是他可以马上找到歌名就唱出来，很厉害，是不是？万奈影北京呢？前面是对的哦，因为前面是在呢喃。跟他歌词好像，歌里没唱。
啊，对对对。哎，但是厉害，你们厉害，恭喜你们答两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罗美玲家族。这个以女婿来讲啊，哦 ，Terry 算是帅哥。Terry 一开始应该会让妈妈看起来是觉得很值得依靠的男人吧？第一次见到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只想吃他那个什么，什么肉啊？你要吃他的肉？你要吃他的肉？小鲜肉，小鲜肉，什么鸭？姜母鸭。哦，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我们家，他扛了姜母鸭啊，吃到大家都上火。吃到大家都上火，你是带几只鸭回去啊？对，因为那时候第一次去美玲家啊，他想说买个姜母鸭给大家补一下身体，啊，我就问说啊，到底你们家有多少人？他就说很多，那我就想怕不够，我就买了六袋。哦，我就买了六袋。因为他这样讲，谁都会觉得要买很多啊。对啊，结果那六袋姜母鸭，他们吃了一个礼拜，吃到那个妹妹便秘嘛。我岳父牙龈肿起来，我岳母上火。对，然后还有不重点是后面还有两包在冰库哦，放了半年，吃到牙龈肿起来，吃到一把。那好吃吗？重点是好吃啊。那如果他现在过年再带姜母鸭回去可以吗？那我可能不要吃。好，来，所以接下来换美玲家族来讨论喽。美玲妈到底唱得好不好呢？来，音乐请下。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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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不台语。啦啦，台语。大家我流浪。先讲什么？不想打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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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字吗？没一直拉我。西奇啊！什么西奇啊？哦，爱红塔，爱红塔，爱红塔，笑阿才到，会笑，会笑，会笑，那啊那好哩吃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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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哩吃惊 ，OK， 好，时间到，他重复了三次。好一吃惊，吃惊，哒啦啦啦，还会有戏曲。但其实刚刚妈妈有一点点偷吃步啊，你不能听到啊，是台语。还是提示。对，这个要小心。不会是茄子蛋？哦，我们一支一支一支的点，哦，不是，不能给提示，猜，你已经讲台语了，对不对？尾巴加到顶，龙柱回头，不是啊，他有梗啊，你们疯，好戏，然后买个尾条里的龙溜人，有这个，有，应该是龙溜人，会不会？龙溜人，是不是这首歌呢？你如林大，庭园的。我觉得这一题感觉应该是要给我妈唱的。对啊，让你妈妈就马上会唱。可是这个如果一给你哦，就不太对。但是给我妈，我妈会吗？我会，你会哦。修老店的修，老店的修，老店的修，老店的修。哇，那可惜这个没有猜到，没关系，还有一题的机会。还有一题，来，音乐请下。早知道你只是一个飞鸟，飞鸟。走走走的啦，你啦，哒啦啦，你要日语，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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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他，心一跳。没有歌词。OK， 好，时间到。没有歌词，我不会。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哎，这个太好玩了。不错，他在 pitch 上有抓到一些旋律上。这首歌，我妹妹他们都会唱。
被唱到，就是唱到我妈都会唱，应该会听过，有听过啦，副歌啦，所以是煎熬，是不是李佳蔚的煎熬呢？新一刻，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哇，美玲帅，美玲帅，继续。我发现美玲每次来幸福保卫战都蛮嗨的，他真的很少在家里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他面对两个臭小子，三个来这边释放一下，来这边释放一下。可是我们刚听到美玲的歌声还是非常棒，很棒哎，好棒，掌声鼓励，享受享受，恭喜你们这边呢答对了一题。接下来第二关呢，我们要来挑战的就是呢，欢喜来见面。基本上啊，这关呢是跟见面有关系的。那今天呢是初二嘛，对不对？我们就来问一下大家，第一次女婿回家包给岳母的红包是多少？哎呦，小鱼你们包多少？36,000。36,000，第一次就包36,000哦。啊，后面有逐年增加吗？逐年减少，因为我说意思一下就好了，不用包那么多了，平常给就好了。哎，我是很听话的小孩，因为我们要听妈妈的话，妈妈说不要包这么多，我们就真的不要包这么多。你们听得出来什么叫做客套话吗？可是妈妈刚刚有讲到一个关键字，她说你们不要过年不要包那么多啊，平常给，给12个月比给过年那个月还重要。OK， 来 Terry 这边呢。我不是只有过年啦，因为我通常就是一年会有3次的时间，母亲节，然后再来是我岳母生日，然后再来是过年。哦，这女婿很好哎，很有心。那美玲妈记得当时都包多少吗？过年的时候12,000，也不错啊，12,000这数字也好。红包的价钱哦，其实真的不是重点，是心意，真的是心意。就是子女有些每个人经济状况不同啊，所以待会我们就想了解 Paul 他包给咪咪妈多少。对不对？我们先不要让 Paul 讲好了。咪咪妈 Paul 包给你多少？最多36,000。哦，是不错耶。36,000其实算是高哎，这是很高的红包。最近呢？最近呢？啊，有越来越少吗？最少3,600。所以也有包3,600。我跟他讲，你包太多，我不会收的啦，因为他现在也有孩子要养，塞回去给女儿啦。我叫女儿说，你赶快收好，不要让破知道。难怪我看他每天回家就这样包得紧紧的。咪咪的私房钱，哎呦，所以咪咪很喜欢带破回家，因为每次回家咪咪自己那个皮包都会变好大，好鼓哦。人家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不同的相处方法，没错。好，所以婷云妈，你们呢？孝顺吗？太少不敢讲。对，没啦，那 OK 的。我跟你讲，心意到就好，不能用金钱去衡量一个人，这是完全错误。不要像 Paul 那种用钱就觉得可以买高一切，买通一切，那种是暴发户的心态，一种比赛，那不可取，不可取。会固定每个礼拜基本上都会。可能比如说请妈妈吃饭或什么，就是对，是这样，因为妈妈喜欢吃什么就带她去这样。有的时候回家哈，多看一下爸爸妈妈，比红包重要，真的这很重要。好，每一家的感情都很好。接下来我们玩这个游戏呢，也是要看你们的感情到底有多好，好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3个人要接力传面粉，最后累积面粉量最多者，你的押注金就可以 double 啊。请大家好好思考一下这一关要如何。下注很重要，当然一样，最高的有排棒次的权利。4个家庭，请下注。大过年的，想办法让你们过年的红包越大包越好，金额请锁定。为什么 Terry 压2,000？我觉得。你那么会玩游戏，然后你带着你的，你最有胜算。对啊，你压2,000。反向逻辑的思考，因为我觉得他们一定会下很多，但是他们如果没过，他们就倒扣；但是我如果过的话，我就 double， 就会超过他们。哎，是哦，好
这次会玩游戏的人哦，对不对？像那种一压又压5000的，那就是不会玩游戏的。好，来碰，你们是压5000，你们可以决定棒次。所以我们第一组请就位。好了，第一组就位的呢是美玲夫妻跟美玲妈。好，你们的棒次的顺序是 Terry 第一棒。对，哎呦，为什么呢？我想的策略是，我第一个要先拼量啊，成功的传到第二棒的话，至少在岳母那边是不会太少哦，就怕第一个掺起来就不多了。对对 对，所以你来第一棒。好，先跟大家讲，既然是今天是大过年的嘛，我们就前2名获胜的都可以 double 奖金，好不好？这样可以吧？但重点是你们一定都要踩在我们的健康步道上面。好来，1分钟的时间，预备，请开始。哎呦哎呦，不错不错，很满很满哦。真的不好倒。哎呀，这哎呀，这个倒法可能不太。真的不好倒。哦，不错 ，Terry 已经马上铲起了第二铲，中间不行，但没有放过去。美玲似乎有点问题。不错哎，啊，美玲这边啊，哎，美玲妈蛮稳哎。你们夫妻俩怎么问题？没打，这个可惜了。不行，你们量掉好多了。不能碰卡而已啦。不错不错不错，而且他们这个家庭哦，最厉害的是。脚完全没有痛的 feeling， 可见这一个家族的脚底皮都很厚，他们都很 OK 哦。快点，七六，快点快点快点，再回来，快到快到，三可以，二一，再一个再一个，好，这个进也算，这个进也算，这个倒进的都算，好 ，OK。我们现场烟雾弥漫了。好，我们来看一下重量有多少。好，好，第一组是0.170公斤，170克，170克整，大概有50克在这里啦，不止吧？好，你们只接到了170克，美玲妈好玩吗？好玩，脚好痛。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美玲妈一直在那边讲。你妈妈好像，妈妈好像痛，但是她比较不太会哀哀叫哈。啊，心妈呀，心比月老，心心心，是不是？我是不是说罗美玲在我们节目放的比较开？因为这边就像她的家一样。好了，我们谢谢三位。第二组，请就位。好，第二组来挑战的是庭云家族。哎，你们的分配也是老公排第一个。对，哎对，你们都有采过的经验，我们来看一下妈妈，让你先试采一下好不好？哎呦，没问题，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平常很养生，没问题。那请你把袜子脱掉。好要求。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很薄，你有脱跟没有脱其实其实差不多啦，一样啦，一样哈。但人在公园都蛮常踩的，对。哎，但你们都把妈妈摆在第三棒，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我们就是尽量把前面 hold 好，让他就维持一点点的距离丢下去。就讲完了以后，好像妈妈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的感觉。不能让他在这边，因为我要往上，我不够高，我太哦，所以你后面是好的。妈妈很会讲哦，你属于做厉害啊，阿内快一刚五叫厉害，来，请到我们的健康步道上面准备，1分钟时间，请开始。要快，要快哦。好，倒过去就可以回来了。哦，不错哎，量很多，量很多，哦，量大，不错，不错，不错。哇，斜的，斜的，哇，太好了。你要倒准哦，要不然就浪费了。哦，完了，进鼻子完了，进鼻子就很容易打喷嚏。对，进鼻子就很容易。对，西北聊，西北聊。哦，30秒了，厉害，厉害。我身后天。来，速度可以快一点哦。哦，妈妈厉害哦。哦，妈妈很稳呢，妈妈很稳，而且妈妈脸都没弄脏，她好适合当 idol 哦。妈妈是妈妈界的玉女，妈妈走健康步道如平地一般的稳，七步如飞，快点快点再一次再一次，快点快点再一次，拿起来都算，二一。
原来我们是这么好笑。你最后这一把打出来好多。哎，可是庭筠妈好稳哦。好，经过你们的努力，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成绩是多少。好，180克。哇！耶，有机会。哎，伟霆，你刚有玩游戏吗？有啊。为什么你看起来像完全没有？为什么那么干净？你为什么一点都没有脏啊？对啊。啊，你怎么把你老婆用成这样？啊，你岳母身体也脏。哎，他连衣服都没，他连衣服都没有。哎，你有参与吗？有啊，我刚开始在这边呢。好，恭喜你们，181克。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组。佩佩妈应该是这今天四位长辈里面最年长的，对，然后个子也最迷你，她离杯子最近，对，我靠杯子最近，不用弯腰了，对，不用弯腰，需不需要踮脚？不需要，不需要，你要踮脚，刚刚好，不用踮脚，刚刚好，不用踮脚，你不要惹妈妈生气啦。好，来，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好，来，请上我们的这个健康步道。哎呦，太棒了吧！哎呦哎呦，佩佩妈说，哎呦哎呦，胃不好啊，胃不好才这个会痛哦。对，好痛哦。加油了，一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哇哦！哎呦，有哎呦哎呦，哎呦不错哦，产越多越有机会了。对对对对，速度要够快，量要够大。真的。哇哇，好厉害！超过了，超过了，老公，你超过了，你都蓝色的。佩佩妈，你不揪嘴！佩佩妈，你不揪嘴！酒醉，佩佩妈，你不揪嘴！酒驾！你妈呀，人年纪较大啦！哎，林姐，酒驾！他转身会有点头晕呐。你不要害他笑了，不能碰到卡，不能碰到卡。笑，他的面粉一直喷出来了。酒驾，要稳住，稳住。好，这个手的不行了，手的不行，手的不行。佩佩妈，嘴巴接，手也跟着接。而且他面部好有表情哦。可是手的不能倒进去啊。五、四、三、二、一。这个有机会，这个有机会。哦，这个多哦！妈妈，你手不会酸吗？你手，手不用接。妈妈，你手不能。哎，还没到完，还没到完。OK。我们真的要给佩佩妈掌声鼓励一下。佩佩妈好笑。真的是哎。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你看我。不要浪费。太可爱了。佩佩妈真的太可爱。他一边接啊，抓嘞抓嘞抓嘞，他一转过来以后，那边就，找不到缝，所以他本来想好了，他要走缝，啊，结果踩这一下，哎呦，好痛哦，哎呀，缝在哪了？然后你们很乖，一直让我笑，一直喷，是你很坏，你让我们一直笑。好，来看一下你们这组的成绩会是多少？目前你只要超过170，你们就可以晋级哦。这一杯是164克，哎呀，差六克一点点呐，差很多哎，看起来。这刚刚如果佩佩妈不要笑的话就有了，对，她吹飞了好多，吹飞多少？应该吹飞有20克哦，都是一些坏人，都是一些坏人。哎呦，所以如果取两组的话，等于佩佩妈。这一组等于是算没有机会了，后这一组第四组很关键，好不好？来，请就位。好，接下来这一组是关键哦，你们只要能够超过170的话，你们就压住金就可以 double。可是你们这组的排棒次的顺序跟前面完全不一样，刚好倒过来，为什么？因为我妈是最高的，而且妈妈动作很快，妈妈动作很快，身高比较高。哦，身高比较高。那妈妈，你踩上来，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OK 啊，很舒服。不会痛。天长地久，妈妈就是身体好，不会痛，对不对？来，你在上面跳跳绳试试看。不是中立开，太短了啦，会痛，会痛，会痛了，会痛了。哎天啊，妈妈还真的跳跳跳，这样被人家说我们欺负人。好了，一分钟的时间，加油喽！预备，计时开始。哎呦，是哟是哟，好多哟。妈妈高哦，厉害！对，妈妈。哎，不错不错不错，我咪咪已经到鼻孔了。哦，妈妈速度很快哎，咪咪你要快哦，咪咪你要快哦，因为妈妈铲得很好哎。哦，不错不错，没倒完呐，破哥的车没倒完呐，破。哎，用脚胶好像不错耶。会不会破那边？
蔬菜泡啊都没有倒进去。对，我妈妈好快哦。对啊，妈妈好快哦。妈妈过界了，妈妈过界了。哎，可是老实说，过界了。咪咪传给破之后就剩不多哎。对，为什么？都卡在咪咪的鼻孔那边哎。咪咪的人中会卡面粉哎，45秒。你的人中有这么深哦？哇，你真的给他。快点快点快点！妈妈不能呼吸，大惨点大惨点！最后一个，四都没有了。妈妈好厉害哦！妈妈是关键，咪咪妈很强哎，咪咪妈蛮强的，好厉害哦！哦，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有有。哦，中风了！为什么你的手要抖？他手为什么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平心而论，这一组速度真快，我看这结局是有的拼哦。170目前的成绩是 Terry 他们的第一组，有没有可能超过170？一公克，171。哦，有没有？鞋子的表情意味着什么呢？又抖了一下，再一次。大年初二抖两次，他是一个奇迹。想不到这一组怎么了？也是170。真的假的？这么刚好？真的假的？真的啊！哎，真的耶！我就放了三次才我才反应三次啊！过年 OK 了，过年过年过年。所以只有一组，只有一组。我们都是坏人，我知道，我们都是坏人。被妈坐在那个地方，好像一代女皇。你们都是坏人呐！还有不要照我笑，只有我们没有 double。哎，我们真的从开播以来没有坐赛车椅坐这么有气势过，这真的是第一头一招啊！哇，三组三组，好了，恭喜三组，要组先 double。第三关我们要挑战什么呢？马上进行丈母娘选女婿。好，这关的游戏规则是女婿要坐在箱中，岳母呢要靠你的手摸来认出女婿，你的压住金就可以 double。这游戏哦，我们以往是大多都是要么就老公摸老婆，老婆摸老公，但这个岳母。来摸自己的女婿，四位丈母娘，你们觉得你们有多少的能力可以摸出你们的女婿？觉得你们有可能的话，就压高一点。没错，好，来，请下注。这个有点难度，真的，丈母娘跟女婿之间好像脸部的部分应该不大那么熟，搞不好连 touch 的机会都没有。对啊，来，金额请锁定。这个。他们变成这边比较少，保守，他们这边比较高，因为这边高也有原因，因为想追，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关再不冲，我们也可以叫车了。所以你们压到我们5000的原因，是因为你们觉得美玲妈对 Terry 了若指掌。没有，不过这我倒有一件事情我要说，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会常帮我岳母按摩，对，因为她有习惯性偏头痛，所以我帮她按摩的时候。不是只有这样，我会让他的口，比方说靠在我这里，然后帮他推太阳穴或什么。哇，好 man 哦，好 man 哦。那岳父有没有生气？没有，两个一起按，两个一起按，两个一起按。哇，那好 man 哦，两颗头这样子按。这画面怪怪的。原来妈 so man 的家庭生活是这样，怪怪的。分开了，分开，分开，分开了。帮我岳母按完之后再按岳父了。所以就可能会略知一二，略知了。好，所以呢，压了5000的 Terry 这一组是可以来排棒次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请四位女婿各就各位。现在我们就要欢迎第一组佩佩妈出来挑战。耶耶哎！你真的是坏人，你好坏哦你。真的好坏。你怎么突然间出现了呢？而且好小啊！而且我觉得不是只有我们坏，制作单位也很坏。你要不要看看这几四颗人头？这四个里面有一个是你的女婿，你要摸完了以后呢，你从四个里面选出来那一个，哪一个是你的女婿，你就站在后面大喊：“女婿，我爱你。”每一个都喊可以吗？
不行不行。那你女儿会很辛苦。对，我家很多老公。只能一个，只能一个。来，佩佩妈，请开始。但轻轻摸，轻轻摸哈，轻轻摸。妈，你不要当容妈妈，给人家捏下去了。这个怎么样？发型？哦，再摸嘴巴哦，我很认真按呢。嘴巴应该很好摸吧？他垫脚，妈妈垫脚，妈妈垫脚，好可怜。应该这个就是了吧？哦，真的假的？你觉得这个就是了？好 ，OK， 摸完第一个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哈。好贴心哦，很坏嘞。哎，我是贴心，你说我坏？故意凸显。小心小心。故意凸显。第二个，哎呦，这个头发也很多哎。是戴假发，头发可能不是关键，这个可能是戴假发的哦。哦，哎呦，这个是他前面那个不是戴假发的，应该是吧？来，第三个，哎呦，怎么头发都这样子？有假发爆炸哦，这个嘴巴故意弄很凸哦，故意还是故意的？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坏人，不是天生坏人，这个是坏人，好，坏人，这个是坏人，坏人很多，这个是坏人，对，这个也摸完了。OK， 好，第四个。好啦，都戴一样的头发啦，对，都戴一样的。摸脸型，脸型。哎呦，他脸型，那下巴有弄东西的啊？我很尽情的在摸的，摸的很用力。就脚呢？摸的很用力。这个应该不是第一个啦。第一个确定？哎呦，哎呦！如果你很确定，你要走到那个一号箱，站在这个上面啊，你要大喊说：“女婿，我爱你。”我有爱他吗？有啊，阿伯林弟奈噶早听嫁好因。哎，如果你没有爱他吼，你就喊女婿，我女儿爱你。哦，这样比较合理啊。好，好，佩佩妈已经决定是这个了，对，对不对？好，那你就大喊吧。女婿，我爱你吗？你爱人家妈妈。OK。好，那第二棒，接下来就轮到的是。咪咪妈了，咪咪妈 ，OK， 好，来，接下来我们就这四个里面，你要摸出哪一个是 Paul， 好不好？好，你从第一个先开始，来，这个现在吼是佩佩妈妈的，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为什么？为什么？脸太瘦，脸太瘦，哦，好好好，来来来，所以今天的妈妈们摸的都很蛮厉害的耶，对啊，好，第二个，好像进市场摸虎大，我妈妈摸都好猛，一进去就哇。妈妈没在客气，妈妈都身经百战啊。这个也不是，哦，也不是，不是，也不是。妈妈都身经百战了。好，第三个，后面摸完说四个都不是，都不是，都没有变装哎。这好像也不是，这个也不是。哎呦，会不会四个摸完他觉得第一个是？好，第四个了，目前前三个都不是，这个是不是你女婿？哦。这女婿被摸到会怕哎，哦，那女婿，哦呦，哦，哎，冷静冷静，妈妈你不要那么激动，妈妈你不能挖他鼻孔，妈妈，怎么好像都不是嘞，都不是都不是，谁把他女婿藏起来了？好，四个都摸完了，那应该是第三个，哦，第三为什么是第三？对啊，好像脖子比较短一点，脖子摸到脖子了，有摸到脖子哦，哦，第三个好了啦，第三个哈，好，好好。那请站到第三个的台子上，大喊女婿我爱你，女婿要好好爱我女儿哦。好，目前已经有两个女婿被选走了。好，同样第三第四组的妈妈出来，有选过的你还是可以决定，因为他们不见得是对的。好，那接下来第三组的妈妈，我们要请出来的是婷云妈。哦，你们家伟婷应该就有非常多的让你感动哦，比如说你哪看熊吧，最圆的那个，很像肉圆那个，摸起来肉肉的，应该是他。所以待会你就用肉来做决定。对对对对 OK。下巴太短了，完全没有下巴。没有下巴，然后比较肉的那一个。对对。哦，加油！来，第一位，请摸。加油加油！用心去感受哦，感受一下它的面积大小。这个如何？面积大小。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为什么？因为我女女婿没有这么瘦啊，没有那么瘦哦，这个摸起来就觉得很瘦，瘦的直接提撇除了， okay, 瘦的就不要再犹豫了。好，来第二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哦呦，这好像在推拿、啊。哎呦，这个鼻子怎么样？有点鹰钩鼻鼻呀，鹰钩鼻，这个就是稍微鼻子有凸一点，凸一点点，那有三峡鼻吗？我想知道桃园鼻长什么样。
哎，可是这个耳朵厚厚的呢，又好像是又好像是哈，哎、怎么讲哈？想清楚，想清楚、哦。鹰钩鼻，然后再加上它厚厚的，应该是这个吧？哦，应该是这个，目前为止这个最像。嗯，好，来第三个，再摸摸看，这个肉吗？它脸颊好像不够圆呢。他脸不够圆哦，比较松弛，对不对？松的、哦，有点微微的下垂。不是，我女婿的眉毛很浓，他的眉毛很稀。哦，毛少的。哎呦，这可以摸得出来。可以啊。所以他的特征就是毛少。毛少，毛少的。OK， 好，来第四个。哎呦，真的，他一直在摸眉毛。眉毛，眉毛，眉毛。他先说眉毛，越摸眉毛。要够多，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哎呦，这么有把握，真的，哎呦，你是四个摸完之后你就马上有答案，就是有把握，有答案的，对，应该是第二个鹰钩鼻，鹰钩鼻，就是鹰钩鼻的那个，鹰钩鼻那个，好，那麻烦你站到那个箱子后面，有这么神，好，好来 ，I love you，OK， 我现在战况非常焦灼，哎。现在就是呢，三个上来的妈，他们摸女婿都分别觉得是不同的，对，而他们都是很认同哦，哎，一摸这个就是了，哎呦，有这么准，这么准，好，剩下最后一个妈了，来，美玲妈，欢迎你，好，来，第一位，请开始。我跟你讲，最关键的是两只耳朵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摸耳朵很难吧？两边不太一样，还要摸两边比较。我觉得你最好是站在后面，然后两边这样摸一下。哦，摸美玲妈，你已经摸到胸部去了。可以的话，胸口打一下这样子。你已经快要伸进去了。哦哦哦，看一下接。欸、如果脸太瘦，你就不行，只能摸头，只能摸头，不能摸身体，只能摸脸，只能摸脸，只能摸脸。好，不是这个，那你就耳朵两边，然后脸颊捏一下。哦，这个。右边、啊。哎呦，不错，还转过去给美玲妈摸。右上方很贴心哦，有一个那个角胶。美玲很有把握的样子。美玲，你平常常搓那个地方吗？因为我儿子也有一个角角。哦，可是你妈没摸过，她不知道那个角角是什么感觉。还是其实你妈妈也趁 Terry 睡觉的时候有偷摸过。好可怕哦！妈妈，其实这个人他的耳朵已经被你搓红了。应该是吧？不是嘞。啊，这个也不是。好，来第三个，哎呦，美玲妈也在摸耳朵。如果脸比较松，你就放弃了啦。哦，有没有一个角角嘞？糟糕，我觉得这个难哦。头稍微转一下，难喽，有争执喽。不是，我要看一下眉毛，眉毛。确认一下眉毛哦。确定毛真的比较少吗？毛是不是真的很少？美玲妈，这个摸起来怎么样？很像是我女婿耶。很像哦哦，哎呦，好来，像我看一下第四位是不是你女婿？突然发现岳母们好像蛮喜欢这个关卡，玩年初二，记得今天晚上我们就玩这游戏，摸着摸着摸出兴趣。这一集播出之后啊，岳母都会说：“哎，女婿过来，我摸摸看。”免得有一天我摸不出来。完了，我妈卡关了。因为美玲妈哈比较了解 Terry 的是 Terry 的身体，对，胸口应该是这个吧。哪一个？这第四个吧，这个。第四个。后面没站人，你就说是这个哦。对。你确定？那你刚刚不是说第三个也很像？没有，因为他耳朵就是。真的吗？对。右边的角，这边有一个角。对。有、哎。你确定？好，你确定是这个？那就大喊喽！来来，请站上去，大喊。我的女婿，我爱你。哎。哎，我觉得很精彩，因为其实我们鲜少有四位猜的人。是各占一个、啊、一个箱子，代表每个都认定这个就是他的女婿，真有这么准，还是说其实错的离谱？那第一组这个我们就从这边慢慢开好了，哎、好不好？第一组这个大家都公认他是最瘦的那个，哎，最瘦，对不对？他最瘦，最瘦的，干瘪瘪的，是不是这一个人就是小鱼呢？一、二、三，答，就是恭喜。恭喜摸到第一位是林则徐，他好有历史感哦，他这个他戴起来真的好像古人哦，古人，超像古人的，超好笑的。你要不要转过去给你岳母看一下？好可爱，历史课本就这样，历史课本就是这样子。哎，但是这个佩佩妈厉害，其实大家摸她哦，几乎都是一样的结果，都说脸太瘦。
所以在我们今天四位女婿当中就有一个明显的区隔。对对啊、哦、但接下来的三位我觉得就有点难度，我觉得有点危险、欸、对啊、哎、我觉得先开这个、哎、这个是美玲吗？罗美玲的老公到底是不是 Terry 呢？一二三，哎呀、哦、恭喜答对，你真的是摸耳朵摸出来哦，对，耳朵两边真的不一样吗？两边不一样，我们脚法拿起来比较明显。来来来，会不会有两个？是缺一个脚，是不是？缺一个脚，有可能。这边有一个凸起来的软骨。这里哦哦，我大儿子也是跟我一样，也有一边，也同一个位置，遗传呐哈，同一个地方，遗传遗传，厉害了，两位妈妈都答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接下来这个是今天四个女婿难度比较高的，嗯，因为其实两位脸都算肉的，对，所以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互相搞错，对，有可能。你们可以再思考一下，要不要换？你要换吗？因为那个感觉我忘记了。我是觉得两个好像差不多，所以我喜欢这个感觉。那你喜欢？好，那现在关键的咪咪妈了。那我想换，可不可以？可以。可以、啊，妈你去啊！那你们两个就站同一个，就站同一个啊！他不一定站同一个，可以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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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然后你要再大喊说：“女婿我爱你，女婿我爱你。”很好，好，到底两位演员的要不要换啊？女婿要不要换？不要不要，体育妈要不要换？坚持，坚持，数到三，两个一起开，一、二、三，好紧张。你看，哎、欸，拜拜你骂咪咪干嘛？快出来！你骂咪咪干嘛？摸的是你的岳母，岳母啊、他出主意要换的，我都打都打，我跟你离婚，离婚都说出口，这说假话吗？包你 ，keep 不不 ，keep 不不了。选择看吧，朋友，从头到尾他谁都可以发脾气，就是没对岳母发脾气。不好意思，哎、欸，我想问，浩哥，刚才我妈摸的时候，你有故意把嘴巴弄出来吗？啊，没有，只是很痒。他就是很圆滑的人，所以我刚刚有跟咪咪妈讲说，第三个是你就是坏人，你故意把嘴巴弄出来。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对，没人选错了，还要变坏人。以后你的照片上面会盖一个章，坏人，一个是古人，一个是坏人，咪咪妈认证，坏人。好了，不要气了，气不不，气不不，好气哦。好，恭喜大年初五不要生气了，压住金刀吧。过年好，过年好。进行了三关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统计成绩。Paul 的家族这边有16000元，哎呦，英哥比家族有21000元 ，Terry 家族有14000元，佩佩家族这边有9000元，哎呦，好，这关要进行什么呢？来跟过年有关的，马上进行爆竹一声除旧岁。好，这关的游戏规则哦，就待会呢，一个人要头戴气球，两个人合作踩，最快把气球踩爆者，你们的压注金就可以 double。我们没有限定是谁戴气球哦。最后一个关卡稍微衡量一下，四组家庭请下注。其实你说全梭哈吗？也不见得一定好啦，有时候是人家输了，你突然领先了。想清楚哦，金额请锁定。Terry 压了12000，哇！他就是看准了 Terry 跟美玲是战将。没有啦，我至少留2000，怎么样？我岳母都有2000。OK， 我可以一毛都不拿。好，佩佩夫妻这边压了9000，对，也是输，对，输不下去了，不管了。你们不是没机会反转，真的，是真的。有可能哦，嗯，他们还是保守了点，因为他们领先很多。不是，因为我觉得
看我们体型就觉得我们体力应该是不好。哦，这个关卡呢没有去指派棒次的这个部分，因为是四组一起来，是好不好？所以我们四组请就位。Yeah. 好，四组家庭呢都已经就位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咪咪家族，哦，是咪咪负责做，然后由妈妈还有 Paul 来。你腿最短吗？哦，你这届不好惊你，你竟然是叫咪咪。不是他的关系，是我出的主意哦。因为女儿太瘦小，没有力气踩。哦，腿太短了，踩不到。但这一关是真的很累了。对啊，就不忍心他太累啊。我们这样看完了以后，就只有咪咪妈目前为止是自己来，对不对？其他都是妈妈做嘛，对不对？对啊，小鱼这边也是佩佩妈做、啊。我们不是孝顺，我纯粹是怕我妈踩了会输，所以孝顺我来踩好了。你妈太小只太轻了啦，对啊。好了，加油喽，四组，请。开始，加油！这个完全是体力啊，体力跟耐力。加油！哎呦，不错哦，佩佩这组其实也蛮快的耶。对，目前是佩佩跟 Terry 是够比较大的，有时候频率好也蛮重要的哈、哦。夫妻之间的默契。现在目前庭云跟伟霆这边比较小，好爽啊！要加油，要加油！然后美玲是超害怕气球。没不用怕，不用怕，还不会破。都没有这个才十分之一而已。妈妈很有戏耶！哦，我看咪咪妈，咪咪妈好有酷帅哦。脚没有抬起来。很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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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傻。哦，咪咪妈豁豁，好像很厉害。咪咪妈豁出去。对。脚不行了。庭云就是用脚，庭云很酸了，庭云不行了。Terry 用跳的。可怕。我想，我想离开。还很久，还很久，以这个速度其实还要很久。哎，伟霆，伟霆他自己换脚，他自己换脚，因为他发现他左脚不行了。不行了！怎么今天好快哦？好快哦！恭喜 Terry 获胜！如果这一颗这样就爆，其实这几颗都很有机会。对，哦，哎，其实我们平常会更大颗，哎，我们平常是这个的两倍。炮，不要踩了啦！再踩看看，继续。太大颗。咪咪还好，咪咪真的还好，咪咪真的还好。你们差不多，你们差不多。哇，那是气爆，那气爆啊！哇，那个咪咪妈，我们要给她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哎呦，很拼，很拼。输在她啦。而且他一直拉我过去，他根本就这样子。哎、欸，你们今天这一集录完，我很担心你们家。对啊，会不会明年的初二就？希望明年过年你们还可以一家人一起来，好吧？还是原班人马哈，希望哈。所以今天要恭喜 Terry 家庭，最后以26000元进入游戏金变奖金。Yeah.Terry 是26000元，哎呦！所以今天最后有可能可以拿走52000元。大过年的哈，在这个前面你们有三个箱子，大中小啊。因为过年期间我们也不要什么奖金归零啊，对了，我们再怎么样都有一个一元复始，也没好。哎，过年期间，这是其一个结果，另外就是奖金减半，另外就是奖金加倍。好，就给妈妈选，妈妈选。来，妈妈三个大中小，你觉得哪一个？中间，你的直觉是中间。好，因为都已经是顺着妈妈的想法，今天大过年的三个，三只手，你们这个家庭一起把手放到这前面，数到三之后一起打开，加倍，哎呀，也没关系，哎呦，好可惜哦，好希望加倍哦。过年啊，都希望大家好啊！大的箱子是哦，奖金加倍；小的是一元复始。所以恭喜你们今天可以拿走奖金13000元，恭喜！
这个人家说呢，一个女婿半个儿啊，趁着初二回娘家，女婿们要把握机会哦，多跟平常可能无法常见到面的岳母啊，好好聊聊天哦。别忘了当个贴心的老公之外呢，也要当个体贴的女婿哦。对，好看的幸福保卫战，我们就下礼拜见啦，拜拜，新年快乐。